娱乐效果。统神冷静点。国栋的弟弟亚洲统神。亚洲统神。大发图来颁奖。得知了什么东西？来来来，不要那么生气。独钓多拉鸡的审判好吗？你来这边干嘛？丢人丢死人了你！不要脸了你，贩毒狗。是。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无论是亚洲统神、赤鬼伯伯，还有这个前英雄联盟世界冠军下路选手 BB 哦，都是非常具有人气的、哦。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，连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的神秘嘉宾来为我们揭晓这个奖项。我们有请神秘嘉宾，有请颁奖人。哇！这个本身绝对具有入围实力的 ，Hoys， 椅子要说应该是我得奖才对。那这个奖叫什么？哦，娱乐效果奖。是，或者你可以先讲一下你来担任颁奖人的心情，为什么让你来颁这个奖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可能得奖的人认识，可能哦，那么也是受邀来的。那今天其实来到这里等了很久，等了很久，但是。我想应该是有惊喜，我想应该是有惊喜。这个娱乐效果，统神冷静点。哇哦，这个娱乐不一定是你啊。娱乐效果奖的得奖者是。国栋的弟弟亚洲统神，亚洲统神，轻松幽默的口吻，大发图来颁奖，得知了什么东西？来来来，不要那么生气，对不对？海参煎菌手术赛在全球掀起非常长的讨论度，贩毒叫多拉鸡的审判好吗？你来这边干嘛？丢人丢死人了你！不要脸了你，贩毒狗！现在场面一度失控，是，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哦，我们看到统神这次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，还是我们这个做做效果。哎，那。这个我们也恭喜这个统神得到娱乐效果奖哦。好，好了。